走到系里面开始做参与这个环保回收的阶段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三重的静思堂，然后跟这边可爱的师姐师兄们学习怎么样做回收。这个较白家吼，爱倒厝，安尼算无咱安家倒了较来吼，安尼会那个变好卡。我练习一下。最主要是，如果你一气呵成，那个环如果有扣在剪刀上，你就可以第一个这样子也比较快。第二个是它环不会掉到地上，你就省去再去扫地板的那个动作，所以他们都很熟练的这样咔，然后就放在桶子里面，咔就放在桶子里面，然后还边剪边聊天。那今天就有很多的师姐也一起入镜，一起来拍。